昨天晚上你唱的可真好。从小就去学戏了。怪不得呢，童子功啊。哎呀，吴京，哎，姑娘到了。到家了，那你们先进去吧，二老，我还有点事儿，那个我就先走了。哎呀，你看看，有你得扶着他，把他扶进家，扶着。哎呀。姑娘，跟你说实话吧，你看上午的腰坏了，我呢一个人忙不过来。如果你要是不忙的话，能不能来帮上老做几顿饭？不行，我只会做点家常菜，上不了台面。哎，家常菜好，我就爱吃家常菜。哎，再说了啊，姑娘，我跟你爸爸可是多年的老朋友了，这个忙你可一定要帮我的。帮忙！进屋，开门！来，喝点茶。哎，小白。没事吗？没事吗？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你没摔着吧？哎，没有密码。喂，拿我手机干嘛呀？哎，小白，人家是来给你做好吃的。对着姑娘温柔一点啊。既然这样，查找我的手机，打开了，这样找吃的，找你，都比较方便。你这个人有病啊！还给我！